我的钓鱼装备应该在这儿啊！哎，找到了，就在这儿！呀，终于找到了！快走，快走！干嘛呢？你在我车边干嘛呢？是你啊！终于让我抓到你了，我在这都蹲你好几天了。 哎，老板，你吓我一跳嘛！这不是我的杆吗？上次忘这儿了。你还敢来？上次你把我扔在这儿，你就跑了。今天你别想走了。哎，老板，换新车了。哦，新车呀，看着不错，真高级啊，这车。哎，你别扯远了。上次你就把我忽悠了，今天你必须得跟我回家。哎，不是，老板，你听我说嘛，上次我家里突然有急事，然后我就走了，没来得及跟你说。那我明明就是掉了三天。 那今天这样吧，你要想拿走你的装备，你在这儿钓一天，给我钓三条青鱼，鱼归我。看你这么眼馋我的车，再让你试试我这辆新车，要是钓不上来三条的话，装备我就留下了。还有你假装当我一天女朋友，我妈妈天天催我回家相亲，催我回去应付应付。不是老板，你这我钓了这么多，我往哪放呀？路况这么差，还这么多东西，多不方便，多麻烦，不是吗？这有什么担心的？我这车能坐六个人呢。 你看，二三排座椅都能一键放倒。哎，这边路况可差了，你这新车能行吗？别中看不中用啊。能不能别小瞧人了？我这车可厉害的去了，上高山下野钓，想去哪钓就去哪钓。哎呀，你回来，上你的装备还想要不？哎，老板，你看我这啥也没带呀，我这怎么钓鱼啊？这不装备都在这儿呢吗？直接钓呗，今天又不限你时间了。 待会去我那拿点螺丝去。哦，哎，不过这车真是越看越好看啊！等我再多盘几个老板，我也要来一辆。偷鸡不成蚀把米啊！我怎么又把自己留这儿了？这都中午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得抓紧时间钓这三条鱼啊！祖传抄网，先洗洗螺丝，把这上面的泥洗掉，青鱼才喜欢吃。 好，老规矩，先把螺丝里加一点钓鱼王的重量级老挑子，野桑川龙大物8米1轻量版，今天就用它盘青鱼，14拉12的线组。今天我们双钩带螺条，一目钓三目，直接钓底，底下都是大鱼，甩个大鞭，走你，漂亮。 打点螺丝，快速聚鱼。等待大青上钩吧。哎，正义，如果这再不打你，太惯着你呢。漂亮，是青鱼吗？天哪！哦，他在抖头，哇，他在左右摇摆头。 哦，哎哎，我要拔河，吓死宝宝了！我们要不要去大坝上溜？差点跑了，差点拔河跑了。我们去这边溜，还是站在地面上比较有安全感。哇，力气还挺大的嘛，妈妈，我就说嘛，不要青鱼，小意思嘛。 还能真来个百斤大青把我拉坑里去啊？怎么能够啊？对不对？我，你不动，我不动，我你要发力，我就，我跟你说，我，哇，这么大劲儿，上来吧你，我，哇，真的是，我要发力了啊！ 我跟你说，我这条鱼隔天应该不行，我看大水花出来了，再呛一口，呀，青鱼，还有劲儿是吗？我看这大水花，飞呀！哦，这个青鱼就第一口有力气，抄鱼帮我抄一下，没有力气了吧？来，漂亮，哇！ 哇，看这皮毛真厚呀！这条鱼，干，第一条，入货啊！小宝贝，过来，入货，哇，
我去，再上两个螺丝，甩个大鞭，等你，漂亮，打点窝子。 哎，来黑票，漂亮！这次我顿口，牛啊！天哪，中什么鱼？我第一视角带你们钓大鱼，兄弟啊！秋鱼吧，还是鲤鱼？啊，小青，这也太小了吧！ 这也太小了吧！他还是个宝宝就出来工作了，来，这不过老板说青鱼就算数，对不对？这条鱼也算数哎，来来来，快抄网递给我啊！这条鱼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个样子啦？但是老板说了，青鱼就算啊，虽然他长得丑了点吧，但是他也给我立功了。 看，哎，哦，错了，再给我换，看，先入户吧。哦，天哪，还差一条鱼就完成任务了。走，上两个螺丝，再来一杆。等你，漂亮！这马上太阳都落山了，今天鱼情还不是很好，我还差一条鱼呢。哎呦，我现在压力好大了，抓紧时间给它钓上来啊！ 哎，开口了！终于，哇哇，吓死宝宝了！哇哇，什么玩意儿这么大劲儿？哇，天哪！听到我的怒吼声了吗？听到我的怒吼声吗？真的是百斤的吗？老板说有百斤的，这不会是百斤的吧？ 哇！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别再往下面扎了！哇！我拉不动了！百分之一百是青鱼，我们去这边溜。哎哎，又要走，又要走！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！啊，上来！ 上！哇，天哪，这条鱼大尾巴！哇塞，这条鱼成精了，这么大，这条鱼这么大！你要跑了，我不就完了吗？我就变成老板娘了！哇塞，识趣点的话，赶快给我上来！哇，这么长这条鱼，松线，松线！ 我一个超网撑不了它，呀！姐姐抱一下，听话啊！天哪，看大不大这条鱼？哇塞，太过瘾了！喜欢钓鱼的好朋友们，来个关注，来个双击，今天真没白来啊！哇，看看它，这么长，终于完成任务了。来，我们叫老板给它放进去吧。哦，别跑，别跑啊！ 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完了，身上都脏了。老板，老板，你过来！啊，完成任务了，快点的！完成什么任务了？钓几条？又完成任务了？你看看三条，这天还没黑呢，天一之前三条青鱼，你自己说的。咋这么不信呢？来来来，我帮你，这鱼老大了，真的，别跟我弄跑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不是青鱼啊，这是。 这什么青鱼？这青鱼怎么这样？这是青鱼吧？你看，不是，哎，这哪是鱼？这不是鱼，就钓两条。你别耍赖啊！没有吗？没了，收拾东西了，咱回家了，走。快，收拾东西，咱回家了。我把这鱼拿去送人了。啊，怎么能这样啊？别拍了，收拾东西吧。这回怎么走啊？ 老板，你看我这么多东西，该装不下了。今天辛苦了，就不马上给你送我回去了啊！我这是男女新家，再多你这一辈的东西也绰绰有余啊！不是，装啥？咱说好的，没钓够三条鱼，装备我留下，赶快上车，给我回家，给我，假装我一天女朋友。不是，哎，你等会儿，老板，你给我，不是，快上车！别，那个啥，哎，不是。
点赞关注哦。